Hammersmith Bridge closed。这是伦敦西边有一座桥叫 Hammersmith， 现在已经关了，准备修理，但是修多长时间不知道。所以没有这条桥过的话，哦，这里的居民要绕很大一个圈。这是就是在英国。旁边那个操场就是最有名的那个圣保罗school，有中学，有小学，还有住宿。